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针对容易打嗝的症状，中医如何提供适当的穴位保健疗法。第一个穴位就是有名的内关穴，内关穴的位置是在手的横纹往下三个手指头宽的地方，在这个穴位上按摩了两到三分钟，它可以缓解胃部还有横膈的不舒服感觉，慢慢的深呼吸，它可以帮忙缓解这个打嗝的症状。那第二个穴位就是有名的肾关穴，肾关穴的位置是在小腿内侧缘上方，一直到这个尽头，再往下一到三寸的地方，我们寻找很深处的酸痛位置，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肾关穴，它可以缓解背部横膈肌的不舒服。